这一条五 P 信号，你那四 P 云台，我们要紧调一条，紧哪一条？把这黄色的这条不要。黄色的这条紧掉，紧掉之后，把这插座这里也给紧掉，紧成四匹插座。紧的时候特别要注意，把旁边这些要削干净，要不然插不进的。